Hello， 大家好，我是白米莎。今天的影片要来挑战观众叫我挑战的 ASMR 影片。在这个影片开始之前，大家准备好你的耳机了吗？今天要来挑战制作的是《食物语》里面超可爱的角色，也就是这个糖葫芦。大家如果还不知道食物语是什么的话呢，它是一款超可爱的手游，它里面每一个人物角色呢都是由各种各样的中华美食拟人化而成的哦。居然把食物化成超萌超可爱的角色，我觉得真的超有创意的。而且他们也有我之前做过的龙须糖还有汤圆，很可爱的吧。那今天我要挑战的呢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的糖葫芦的角色，大家赶快跟我一起戴上耳机吧。
各位，原来 ASMR 也不是那么好拍的呢。我应该是人生第一次吃那么多糖葫芦了。原来一次过吃那么多糖葫芦的感觉，就像是变成了一只蚂蚁。而且要在制作过程中，就是小心翼翼的，不能发出太大的声音，也是一个挑战呢。所以大家觉得这次的 ASMR 影片如何呢？虽然我是第一次尝试啦，不过希望出来的成果是好的。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 RPG 食物语推出新马版啦！这款游戏将在5月27号正式上线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下面的连接预约食物语新马版，现在预约就可以领取本地限定食魂 SR 赠品肉骨茶，很帅对吧？100道美食化身成为帅气食魂，和他们一起建设家园，料理烹饪，一起经营空商第一餐厅吧。接下来我也即将参加食物与新马版网络综艺节目，点击视频下面的连接为我们助力，就有机会抽限量周边和游戏奖品哦。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游戏里面有的一些角色。这边是什么呢？对，这是什么？莲花鸭血。OK， 所以这是莲花鸭血，我是没有吃过啦。很帅啊，这个角色，他的胸膛这里有一朵莲花，痴情吗？他叫什么？若你愿意助我复仇，我便发誓。这句话有点重啊。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宫保鸡丁，这是美男子类型。刚刚那个就是那种霸气总裁，这是美男子。说、so, 这个宫保鸡丁应该是比较年轻一点的，他是一个青年，然后他曾经是入朝为官，可现在应该不是官了。我名为宫保鸡丁，而非宫保鸡丁。只有这个，请您一定不要弄错。对不起，他是故意的吧？这个应该是一个这个游戏的其中一个笑点吧？就是我叫宫保鸡丁，不是宫保鸡丁。我们来看第三个。第三个是什么？诶，这个可爱 ！Oh my god！ 我喜欢这个，这个很 Q 这个就是德州扒鸡，所以他是一名警察，很帅。我有点制服控。我是德州扒鸡，来自金浦铁路，竭诚为您服务。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他们的名字，然后很认真的跟你讲话，其实有一点好笑。好，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各位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点赞、分享，还有记得订阅我，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想要追踪我的生活状态，也可以去 follow 我的 Instagram。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记得点赞。吃货和颜控最爱的美食拟人手游《食物语》推出新马版了，100道美食化身帅气食魂小哥哥 ，Life 2D 加上全语音体现剧情，模拟经营打造空桑第一餐厅。现在预约即可领取新马限定食魂肉骨茶哦。